你过去曾经是我的目标，但是你输给了黑暗力量，所以我才恨你的。如果我不恨你，我就不能跟异神兽战斗下去。小心。 他就在你们身边了。TIT的里面有不明之手。Brahmasius计划是吗？这不是预知者吗？你对此组织有什么样的看法？此话怎么讲？不惜消除记忆。 也要隐瞒异生兽的存在，我们的工作也不能公诸于世。不过，事实上，既然异生兽出现了，也需要这样的组织呀。不过，如果 TRT 骗了我们的话，什么？Lazar。 怎么了？好像入侵者，地点在哪儿？基地最深处的地方，地灵区的入口。地灵区，这区不是有能源设施吗？那是我们也不能接近的危险地区啊！小心点儿，他就在你们的身边。 自动防御系统启动后，对方也逃跑了。到底是什么人？不明之手。碰上这一连串事件后 ，TLT 北美总部将派查查官来我们的自由堡垒。查查官？是的，敌方的动作变快了。 艾琳，好了，好，这送到三号桌，好的，欢迎光临，让几位久等了，这送到七号桌，收到。
你叫什么名字啊？啊？你叫什么？我叫千树莲。莲是吗？我们来约会吧。什么？他是谁啊？我哪知道？下次的休息日约下午1点到那个地点，我们约好了。哦，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松永夜月。恭喜，亲爱的，我要出门了。你要去哪里啊？去新秀。夜月的洋装好像做好了，那我先走了。你回来了。你在家呀？应该说你回家了吧。你要待到什么时候？我马上就得走了，短时间我大概又回不来了。是吗？爸爸。干嘛？你记得昨天是什么日子吗？啊，是妈妈的生日。夜月，下一次，是我。瑞生向我报告说有人接近千树莲，请您过目后再行判断。这个人不需要监视。雪岩沙罗，这个人就是从北美总部来的检察官吗？他是过去设立于防卫厅的反生化恐怖组织 BCST 的科学负责官。 BCST 也是负责调查5年前新秀大惨剧的损害的单位。陨石掉落到新秀成为了重大惨案的那个事件吗？是的。不过陨石与生化恐怖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他是跟那个 Pros 之子好像有关系。什么 Promises 计划遭终止的理由，就是在制造出的设计者之中有一个在操作遗传因子的过程中出现了致命的缺陷。致命的缺陷？当那个孩子长到17或18岁的时候，全身会发生细胞凋亡的情况，而此状况也不会停止。那不就会死吗？没有治疗的方法吗？好比说特效药之类的。命令终止开发特效药的人就是水原沙罗。怎么会这样？难道这是要对那个孩子见死不救吗？让你久等了。我又没有等到你。说的也是，等你的人是我。不不不，
我没等到你，不要在意啊。你这个人真奇怪。我有点紧张。走吧。啊？去哪儿？我这样好像是跟踪狂。我到底在干什么？你为何要约我来约会呢？我家老爸大概只会一个月回家里一次。是吗？他说他做的工作是最高机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上一次他回家的时候我们吵了一架。你等一下。别管我了、对不起。我还有约，不好意思了，回来再说吧。我是从游览车看出那间游乐园的，我偶尔也会偷看你，你没发现吗？哦，没有。你是什么人啊？你这么说，我也。我就是为了刺探此事，才约你来约会的。不过，我现在都无所谓了。我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样的苦衷，但至少你不是个坏人，这样就够了。我的母亲死于5年前的意外了，你应该还记得新秀大惨剧的事吧？还记得吗？哦，这里是家父与家母常来约会的公园。家母的生日时，我们总会来这儿。那个拥有缺陷的 Prometheus 之子是谁？我只知道，开发已经终止，以及特效药叫做拉斐尔。拉斐尔，是莲。那个 Prometheus 之子就是莲。何仓队长，这位就是 TLT 北美总部的查查官水原沙罗小姐，而她则是……我不想。海本，马上切入正题吧，今天要谈沟里木的事，以及TLTJ 内部的间谍疑云。北美本部认为这些事情都与 Les 的秘密有关。 Leser，Let 就是被来访者制造出来的遗忘之海。来访者，距今20年前，美国的沙漠地带掉下了一个神秘的发光体，赶到现场的军队抓到了数只不定型的生命体。那就是来访者，而捉到他们的美国政府则得知了来访者是因为超新星的爆炸而失去了故乡的母亲，成为了光量子情报体，飞到地球来的宇宙难民。透过他们，我们得到了庞大的知识与情报。好比说 TLT 使用的光学伪装就是这样，还有记忆删除器等种种超科技。但是关于使用这些科技，来访者也定下了条件，这些科技只能用于某个目的。就是这样，某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将来的一生兽所造成的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对，就是地球的灭亡。
Nexus. Nexus. 抵达北美总部的 Gateway， 成功由后门入侵了，突破防火墙。这样可以吗？竟然还入侵北美总部的伺服器。如果不调查 TLT 的内部，就无法得知不明之手的真面目。别管了，继续下去。你办得到吗？你以为我是谁啊？糟糕，被发现了。怎么了？可恶，对方用 PASS 掌握到后门了。我只下载了这些档案。这是超人力霸王。这个城市是新秀。那么说，五年前的新秀大惨案也是虚构的吗？是的，这个事实没错。五年前，超人力霸王与应声兽是在新秀进行了一场战斗。为什么你们要夺走人们的记忆呢？因为有必要。对应声兽的记忆将会导致新异生兽的灾祸，所以来访者们才会挺身而出，封印了全世界的记忆，那就是遗忘之海。Red， 你有喜欢的女孩吗？那个，我总是会逃避女孩子。啊？因为我到处搬着家，所以在分手时才不想让人伤心。这根本没关系啊。啊？喜欢上他人的心意是无法遏制的，而且你说谎也没有用。我不是说我偶尔会偷看你吗？哦，有啊，我有喜欢的女孩，那女孩不管做什么都非常的认真，但是有点笨拙。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女孩的眼睛总是真诚地注视着世界。找到了，换手。什么？异声兽震动波，莫非它要出现在市区的正中间？快逃！快逃！第十二区。地点428的地方确认了异声兽震动波，要求夜袭者紧急出动。快逃啊！快逃啊！加油，快上啊！快逃啊！快逃啊！快啊！快跑！快点！快点！上车！医生，那女孩拜托你了。林，
命啊！灵，医生，保护这孩子。你不要紧吗？这是他救了我们吗？哇，好大呀！那是什么？银色巨人。不明之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杀了超人力霸王。连，これだけ。一声兽。タイムでの情報操作は初めてだ。他们就是追求恐怖。封鎖は完了しています。奴らは濒危不時的生命体。これを捕食する生命体。